这是我要送给你结婚的礼物，你快点收起来。听你是叶少峰跟何丽两个人要登记，咱当然要去闹热一下啊。少峰，你来这要创啥？等何丽去问到，无说你哦。阿爹你话，到底问到伊？你是不是吃饱是咪？为了这种代志专工走来问到？你想做歪门？恁何丽想做啥去问到？老会长，你伫卡好啊？是有啥物代志？亚芳哪会出现？王亚芳，你两声讲我会去定定，和你去有关清源。今仔日我就和你知影惊。你和叶少峰放散，因为你甲白一十帮人困过，因为你是潘金莲。我有啥物代志啊？阿红哪会？你最好管好你的嘴，敢说出一个字的话，我连你一起杀。你欺负人查甫人，待有遐勇气面对，道歉。你还搞弄死呢？叫老婆，我会继续找你的麻烦，找恁后生的麻烦，找你爸母的麻烦哦。人心嘛，多危险了，跟上北野过一回。我不要，你忘了他害了一家多少吗？他到现在到处害人，甚至是小孩子，这种人值得你给他机会吗？宁可让他这么走，我也不想留他继续祸害人间。